朋友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我的个人频道，我是明哥。今天呢是2024年的1月8号，星期一啊，这里是中国安徽，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整啊。首先感谢各位的打赏啊，非常感谢。好，我们在聊新的话题之前呢，先回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什么名都不讲了啊，他说的前几天明哥聊微动，他讲聊微动，他说练微动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好，我还是那句话，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问他是什么，怎么做你愿意做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做完了以后你自然就知道微动是干什么的了，这就是传承，这就是传承。那么这个话我在明哥聊太极这个频道里啊，2000左右视频里面几乎说到无数次这样的话，但是有人就是执着在这个地方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什么？因为我回答不好，我也不会回答。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太极拳传承上真正的太极拳很少，原因就在这里，他说不出来什么东西啊，可能是只有我说不出来，可能别人会说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有这个粉丝朋友就是在微信呀，在电话呀，在这个什么东西里面就是说过，就明哥能不能把原来这个练法原来在这个祖传练法那个系列里面能不能每个再说一遍。好，那么可以啊，完全可以。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这个练法啊，我首先还要重复刚才那句话，不要问他练他是干什么的，也不要问他是什么为什么，你练几天你自然就感觉到了，就会了，就懂了，多省事，对不对？多省事啊。你今天同时也有一个粉丝朋友就是讲这个原来明哥说这个照明哥讲前天讲采云彩呀、啊、什么东西讲的练了几天以后感觉是不一样，就对了呀，你就行了呀，对不对？很简单的事。好，那么今天呢我讲一个脚上的功夫的一个东西，就是太极拳嘛，说练下不练上，上面手脚这个不练，练下就是脚的问题，腿的问题啊。那么明哥聊太极说不谈理论，你要说理论就是腰腿求之呀，什么起于脚呀，就是什么，那太多了，我们就讲腿脚的练法。有一个小练法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说以前讲过这个什么汤水踩水地上有水，我们踩水踩棉花，还有讲过什么踩煤渣，对吧？踩煤渣，还有呢就是讲过这个脚这个踩雪也讲过了啊，就是下雪的时候也说过那个什么今天呢我想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踩水在过去是聊过这个的，聊过这个方法的，但是今天我聊这个踩水呢和以前聊的不一样一点，就是以前说我这个水我怕这个水喷起来，我踩上去轻轻的踩下去，是踩这个水，操场上水泥地上有水，我轻轻的踩上去，不要让水溅起来。那么
这是一个。今天我讲的仍然是财水啊，但是呢，这个财水呢有一种状态，有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裤脚很长，裤脚会挨到水，我们把裤脚提起来，我们把裤脚提起来，裤子会沾到水，我们把裤子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我们踩到水以后，哎，裤脚不要挨到水，不要挨到水，裤脚不要挨到水，轻轻的踩，因为你怕裤脚水把裤脚打湿了，然后呢，你踩的时候肯定也是轻的，对吧？提着你的裤脚踩水。好，那么这一点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的？我确实不会说，我说不好。你喜欢的太极拳的人呢，你就增就是踩水动作，增加一个提着裤脚来踩这水，裤脚不要湿了哈，不要湿了哈，是这个意思，这个你看不见对吧？那么这个地上有水，我们不仅不能喷出来，而且不能让裤脚湿了。裤子不能搞潮了，而且这个水也不能溅起来。原来只讲不溅起来，现在只讲裤脚要不要挨到水。你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自己照着去练几遍，看看对打拳有没有作用，有没有好处，就这个东西啊，这叫什么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你就是他也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呀。你不信就没有。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练你就练，你不练就不练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小的方法呢，这个跟原来的踩水多了一个两个手拎着裤脚把裤脚拎起来去踩水，这种状态就是在脚上的东西啊。但是呢，说为什么要加一个手拎着这个裤子，不要把这个裤脚弄潮了弄湿了，为什么我也说不好。反正我感觉加上以后会效果会比那个纸上面手不动，只是踩水，只用脚去踩水，轻轻的踩，不要喷起来了，比那个稍微又好一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啊，这一段这是就是玩味嘛，玩耍太极拳玩，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啊。你讲它是什么作用，它是怎么样，那它什么作用，就是玩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再讲一点，就是有粉丝朋友说为什么好多问题怎么你不回答问题，一个呢就是你想这个成千上万的粉丝，你说他都提问题，我每个问题都在这个每天的这个几分钟里说，也来不及，也不现实，你没办法每个人的问题我都去回答。我选的就是有代表性的，而不是这个问题本身怎么样，就是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他有十个人提这个问题，哎，比如说我聊一下，那只有一个人提的话呢，那我就捡有十个人的，就人多大多数人提的问题多的就我们就聊一聊，就是这个原因，别的没原因。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关注，谢谢大家，明天再会。